去年四月，无线小花朱棣贤被爆出同人夫黎振业在车厢偷食蛋糕惹上绯闻。事后佢获得男朋友谢东敏的支持，不离不弃咁守在佢身边。男方有情有义的表现亦被封为最佳男朋友。事隔一年，朱棣贤获得 TVB 解冻恢复工作。不过最近就有传佢同谢东敏分手的消息，亦都指佢已经三个月之前搬离爱巢。日前我哋就影到佢哋两个人在尖沙咀的商场入边一起拍拖行街。表面上虽然冇刻意着情侣装，但系细心啲留意，两个人都着住同色同质地嘅长裤，低调得嚟衬到绝。其实最近两个人不时喺社交网站低调放闪，谢东文亦都喺社交平台发文间接否认分手，亦都向女友表明心迹。朱自然亦都即时点赞，仲话佢哋两个好好，希望大家可以 focus 喺佢哋工作上边。